到最后我还是一个人生活。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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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啊！五四三二，哈哈，洪志祥，欢迎大家来呛呛，我是阿红啊，我是偷刀。啊，今晚上听众朋友来关心这场报道大事啊，就是讲这个谢长廷先生哦，帮这苏家庄的徛台先哦，无势力啊，再来讲一下靠背变走啊，然后讲哦，都叫大家来个错来个骂了。那这种是阿弥陀佛阴庙了。各位亲爱听众朋友，我阿红啊，近期就讲过啊，咱南部人哦，最热情的。哦，所以乡亲是个比从我上上直接的方式啊，得甲大家请安，大家问候，大家千万唔通讲误会着伊的意思。我是要讲几遍，哈，恁才听拢有。我直直当咧示范，直示范到我家己都要忝死。我搁示范一摆，加一摆，今仔日也无要搁示范啦。让我敲电话给头头，头头，哎，你还袂死哦？啊不会啦，啊你咧？我嘛还袂咧。我说的意思是讲吼，就讲你讲个好不啦？对不了？啊这电话哦，吼，即马看到本人，我看过，哎，头头。阿、啊、娘喂，夭壽哦，你的大口巴安尼啦！啊，你莫，那你哪只细啦？那算啦，算啦，我本来不带。阿妈真亲切啦。这个意思嘛是讲，我就不使问我讲哦，最近有食饱无啦？对不对？我本唔讲偷刀诶，啊，你有食屎无？我都有食屎啦，我。提供给你去食屎啦！各位亲爱听众们，啊，你有一条意思。那讲话就是讲，大家互相哦，知影彼此的话语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国民党啊，啊，你听无这台语啊，就讲咱讲话是一种垃圾话，对不对？人进前人谢长廷讲一句话，人嘛有解释啊，苏家传先生人解释了就讲解释了真好啊，讲来所谓的靠背，不是讲一种靠背靠背，一种靠背呢，靠是多些靠，依靠也靠嘛，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。你还给他靠嘞？你给我靠啊！我靠会靠啦！你给他靠什么意思？让你靠，依靠。吼、哦，阿伯呢就是老伯，人讲过一句话，出外靠朋友，在家靠父母。啊，你讲唔对？嗯。啊，你讲唔对？对啊。哇塞！哎，阿小娜特别那边讲的时候，拢爱解释，拢爱讲靠北边。行啦，啊，直接讲好啦。啊，都不能讲啊。行啦。啊，你都不应该讲啊，咱若讲就会罚钱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国民党啊，对不对？不懂得我们的 humor。哦、幽默是啥？幽默，你唔知咱有没有讲过这句话呀？谢长廷讲话叫咩啊？这全拢是国民党的阴谋啦！这人家听众朋友可以来红之声。谢长廷之前说出来退出政坛是骗人的啦！哦，拜托嘞，阿姆达阴谋啊！对不？我在宪哥都没退出演艺圈，我是骗人的呀、啊！对吧？够精准，然后够拢是骗人的呀、啊！哎呀，洪都拉斯，一公一今年赛跑跑出异响，要退出演艺圈，我是骗人的呀、啊！嗯，啊，进前够，啊，够进前有一个小白阿跟阿 Ken， 大家说他们暧昧，他们是真的吗？无啦，别乱讲啦，好了，是骗人的啦，是骗过几天的啦，对啦，话是在人讲的，啊，要听不听是在你的，你为什么要被人家骗？啊，因为你很好骗嘛，来，阿红接下来哟。谢长廷就是爱学郑红怡骂人呐、啊。哪有的？骂人要骂到那个刀子口上面去。郑红怡哪一骂掉，那这个收视率给拢压起来，你敢知？水可以塞掉啊！今天你开戏，好，咱这部马里亚们骂人，那屌烂三回，这样我们收听率就会变高啊！主打打开呗，阿红靠北边走吉祥欢迎。安尼啊啦，那收听率也提高点。别别别别，安尼收起来的几率也变高。嗯、拜托你啦，来阿红吉家里哟。阿红啊，你也袂死哦。你什么意思吧？啊，阿正啊，你妈呢哦？啊，讲来见面来叫你叫什么啊？不，你是叫你讲要未死哦？阿正是用问候的话啊。对啊，问候的话啊。但是口气，吼，迄种 IQ 无同款啊。你有听伊讲话？伊讲的是家己出气呢。阿王啊，你阿未死哦？阿正就是给人叫，阿正就是在生气啦。笑笑给人讲是问候。对啊，你讲阿王。阿王啊，你阿未死啊？我阿正呢？你真是我的领导啊！对啊，我见了对啊，你笑面笑面对啊。所以讲，讲话伊款口气真重要，对不对？阿正啊，我是等你啦，等你喜欢等你自己啦，对台有什么意见啦？我喺黄昭顺讲哦，伊咧用咧伫路上夹刀啊，就叫来减少咧飙车族啦，很难呢。这才拢是哦。你别气干你啦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相信啦，大家那骑奥多麦呀，拢有这款累残的经验。对，啥物叫做累残呢？就是一般你奥多麦就骑，要等我时间时，你当我骑，叽，个太阳无咧顶当时就落呀，到你款少少点石头，石头过奥多麦就出，我就飘出来。
啊，内层的卡波卡的部分到底有包括是什么所在呢？做嘴所在，卡豆腐啊，巴豆腐，好什么？不等等，快有皮啊！啊，头壳大点的，有头壳。好，啊，这内层内过了后呢，心上的这块伤痕就非常疼的代志。所以讲，在路的顶端啊，脑血碎了石头啊，是足危险的呢。哈，但是啊，小孙啊，伊竟然嘛要用这款的方式啊，要解决皮车族的问题啊。亚豆啊，哎呀，孙啊，小孙啊，黄昭顺啊。你是头壳有啥物问题哦？啊，你莫讲伫路的牙头啊啦，就个皮车做个石头啦。一般老百姓骑后多摆都会爆爆死，你敢知？莫讲骑后多摆的人，有人骑卡踏车，但是莫累残啊，对无？啊，那是像我，我行路行行，踏着个头啊，我莫累残啊。啊，佮有，你是有想过无？啊，那落雨落落的，第二天就发芽了吗？你敢看到是这个职业？早晚就发芽。对啊，发芽。有你想象力就好。系啊。所以讲哦，你若要解决皮车做问题哦。你那想是会当解决，但你想的办法无法度解决。你也是像杨秋生同款啊，你要规定哦一条皮车道专门会当骑车的车道，安尼皮车道的问题不就解决啦？系啊，要头毛你嘛亲像阿舅子也讲的啊，对无？伊办得做活动的。系啊，我这少年呐，都用个人都出忝的，忝么稀的嘞，他们就不去飙车啊，伊就讲啊，阿舅子啊，你搞不搞做忝的？安尼我无法度皮车啊。阿舅子也是家己用什么款的？我拄只伊嘛拄只活动啊跳街舞，阿舅子啊，阿舅子啊，拄只跳街舞。哎，你叫我出门都叫不叫啊？阿舅子啊，阿舅子啊，门出咧大事啊！我都别叫。今天你要看麦，虽然讲你也要解决问题，这两项拢会使解决问题。干那阿孙啊，你个方式无法度解决问题。所以讲哦，就黄昭顺哦，再请这个方法了，要咱大高雄的市民哦，桥都会桥啊，包包不了。这些东西，国民党的鱼啊！今天我就阿辉跟你说的阿红之家感恩多啦。哎，拜拜。是，啊，不过我听讲黄昭顺的意思是讲吼，是牙齿的刀啊，啊，等到这标志就冲过去了，这个刀啊翘起来，安尼就好啊。个刀翘起来安尼就好啊。嗯。翘起来就好啊，这简单哟。哎呀。来，这一下。刀啊。这刀啊呢吼。你即马吼，就开始倒我搞捡起，一点都袂使捡的。我都袂使无用，捡起捡起哦，拢爱按你的姿势，真好捡。三，你唔当我那样说。三，你果是安尼，我就无法度啊吗？我伫你家等恁发芽，安尼较好捡。啊！加油加油，快发芽哦！安尼加油。